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你嘅产品攻占全球43亿嘅移动用户？喺呢个视频，我哋教大家点样真真正正做到创业容易、守业更容易。我哋教大家零成本做全球守业排名。我哋提供无限空间、无限流量，提供全智能手机版购物网站系统，免费购物车国际支付平台，全球化嘅免费视频推广平台，无限 QR code 制作系统。大部分嘅朋友都会做移动嘅互联网世界，我哋教大家点样将呢个市场拿下来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嘅海量数据变化。所谓海量 ，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要200几万，里面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 ，Amazon 销售$83,000嘅产品。我哋首先提供一个全智能嘅手机版购物网站建立系统，半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建设自己嘅手机版网站。无限 QR code 制作系统，让大家有系统去管理自己嘅 QR code， 修改、更改图形、更改颜色，配合 logo。我哋教大家全球首页排名，真真正正做到创业容易、首页更容易。只要你拿到全球首页排名，你嘅销售就无忧。我哋提供全球化嘅免费视频平台，所谓全球化，我哋系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嘅视频平台。我哋保证我哋承诺喺大家嘅广告播出之前，绝不加插广告嘅干预，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嘅视频呢个广告。喺嚟紧嘅5月20号，我哋喺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。如果大家对以上情况想进一步了解咨询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联系一下，我哋系 Bull Market。多谢大家。